纪大使讲一下哈，你觉得年轻选票怎么争啊？女性选票怎么争？女性选票看起来支持赖清德的比例是稳定的，那个这个领先幅度也是大的。那台南的选票呢？你觉得看到了什么？我觉得台南呢是赖清德唯一在县市执政的一个地方啊。那所以台南乡亲最了解赖清德做了些什么事，有没有留下一些让他们哈觉得难忘的？那看起来让他们难忘的大概都是怎么样？都是负面的，因为他200多天不进这个议会，这个完全违反民主原则，这是个人的哈，他个人的一意孤行啊。那我想在台南这个地方自治上也留了一个，另外一个哈，台南在他的任内啊发生了几次登革热，都是全省最严重的，非常严重，非常严重，而且他不但没有拿出办法，他还加以掩饰。对，那另外就是说他很多事情啊。事实上现在回来看哈，台南事实上的水患蛮严重的，在他的任内他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啊，最后发觉是豆腐渣工程，这个哈，这些堤防哈，根本都还没水还没来就已经垮了，在修的时候就垮，所以他的问题就是非常非常的，他的政绩啊，对当地台南老百姓啊最了解他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台南会崩，为什么会掉，我想就是台南人给赖清德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打分数嘛，你这样在台南留下这么多烂摊子，你现在还想再往上登，台南人不同意，所以很奇怪，就是台南这一次上一次这个那个谢龙介他们回去造势的时候，谢龙介说他原来根本没有预期到这么多，然后呢那天发觉各个地方啊那个反应非常良好都要来，最后呢他这个是完全紧急调动各种方面，包括县长去调椅子啊，后来怎么讲说那个连那个板凳都不够坐，然后呢还站了一大堆人，完全超乎他预期，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台南人最了解赖清德，最了解赖清德不足以堪大任，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哈被硬是造神造出来的一个假神。对，当然这个谢龙介个人有他的魅力，尤其他讲台语真的是超迷人的，然后他又在地耕耘那么久，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候选人，在对比这个赖清德，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南部也好，以这个输赢来看还剩下将近一个月，差距越来越近，30到39岁现在也稳定的成长，绝对不能够认为说是胜券在握，但是有机会，所以大家要努力，要去投下票来。然后我请这个介大使一起讲，就是这个好重要哦，就是这个贸易壁垒调查嘛，大陆提前宣布，那本来这个之前算了这个时间嘛，他的这个宣布时间最后应该是1月12号，但当然1月12号太敏感了啦，13号就投票，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就公布。那今天公布这个调查的结果呢，当然让大家吓一跳，提前公布。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大家就知道嘛，可能是有人说是要希望能够先发酵一段时间啦，等等之类的。那这个调查的结果就是确定有嘛，确定构成了这个贸易壁垒啊。所以这个大陆的商务部发言人说，当然这些贸易壁垒呢，台湾所制造出来的，对于大陆企业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什么影响？我们稍后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国台办有立刻讲话，就是商务部公布了这个结果之后呢，国台办就是对台的就做了个定论。就是确实不符合 ECFA 关于这个推动两岸经济文化关系正常化，也违反 ECFA 有关逐步减少取消双方之间实质多数货物贸易的关税跟非关税的这个壁垒的这个条款，这些是白纸黑字当初在 ECFA 里面。我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明天我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这个两岸永久和平，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个啊，直球对决，做一些知识打底的工作，我们彻底来了解一下ECFA 到底是什么，对于台湾来讲，当初台湾从 ECFA 里面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那贸易壁垒调查又是什么问题呢这个节目也许这个有点艰涩，但是基础的问题我相信我们的辣粉这个水准很高，都能够接受，也希望大家都来看一下。好，然后当然这个我们的行政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听到这个新闻，第一个先告诉大家，违反 WTO 相关的机制跟规范，到底谁违反啊？问一下介大使啊，完全不符合事实，我方绝不接受，与中方立刻停止政治操作，这个问题很大那到底谁违反？介大使这个
过去我们看到纪大使这个长期在这个国际间啊，也从事过相关的一些谈判工作等等，到底谁违反？然后呢，如果我方绝不接受，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到底符不符合事实？大陆会如何做呢？这很重要。那大陆商务部也特别告诉大家，这次涉及的产品从立案时2455项，到现在已经2509项。受到哪些品项？像石化啊、纺织啊、机电设备啊、汽车等等都有，还有一大批的这个农产品啊。那会怎样？会怎样处理？今天亮哥讲到一个重点嘛，其实就是今天只是公布了有贸易壁垒，然后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按照大陆的这个规定啊，怎么样处理？三个方式：进行双边磋商，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我问你，一有没有可能？以目前两岸完全不沟通的情况之下，双边磋商有可能吗？不太可能嘛。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你觉得可能吗？双边不可能，多边争端。大陆没有说 WTO， 他讲 ECFA 法，对，所以多边是指 WTO。对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啊，他没有公布如何处理，只是告诉大家贸易壁垒确实调查结果是存在的。我们先到这边啊，所以纪大使你怎么看？你觉得谁违反了 WTO， 对我们的 ECFA 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知道这个我们单方面哈进了大陆2507项的这个产品，你知道这个2507项大陆大概它能够外销的产品啊，这个税号我们讲就每个东西都有个税号，税号大概8000多项，所以8000项的税产品啊被台湾进了2500项，大概是1/5，好，就那国际贸易法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国际贸易法你可以禁止别人的产品进口啊，可是如果对 WTO 会员的话，可是你要提出理由。像大陆进台湾的4家，他就说我查出虫了，也不就1项而已啊，不准禁止石斑鱼，他说你有这个药物残留过量，也就1项而已啊，有8000项传染，他只能禁你这2项啊。可是我们没有给理由，我们就禁了2507项，09，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不晓得我们这个国贸局啊是哪一位学过国际贸易法的说这个哈。我们是对方是违反国际贸易规则，不符合事实，我方绝不接受。对，那就要说你到底有没有进这2509项嘛？对，为什么理由进？对，这个到 WTO 进入到争端解决，是我们必输。可是这个程序很长，那这个是所谓多边机制，然后这个打可能2-3年，中国大陆他要合法，他拿到 WTO 的判决以后，他可以相对报复。他说你进我这2500多项，我损失300亿，那他就可以报复你300亿的产品，所以这个他就合法能够来做报复啊。这个是我说走多边机制，就是专门就这个所谓的我们违反这个哈，我们有贸易壁垒这一点。可是问题呢，我们跟大陆有个 ECFA， 对 ，ECFA 里面大陆指出当初有一个条款说。要在 ECFA 签了以后，要逐步减少取消双方间的实际多数货物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就是我们单方面进人家2559项。当初里面就有这一项。有这一项。对。那他今天这个 ECFA， 所以我们并没有逐步减少，还增加了嘛？对，还增加。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不会走那个 WTO 的程序，他就直接来检讨 ECFA。那 ECFA 的话，事实上里面有一个终止条款，也就是说，任何一方不需要任何理由，你就可以通知说，6个月以后，从通知开始6个月以后，这个 ECFA 就停止。对，先到这里。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今天只公布这个结果，但是没有告诉大家接下来会怎样。所以这个三个方式，所以第一个方式不可能嘛，对不对啊？因为双边磋商目前两岸是零互动、零沟通。那第二个多边的，就刚刚纪大使讲哈，也不用吧，对不对？对于大陆来讲没有必要嘛。大陆不会走那个机制，他只有用 ECFA。所以就是第三个，其他对。其他就是其他，他可以来边境调。对，他如果要接着做，他就直接商务部就给台湾给我们这边的经济部一个通知说，我考虑在这个通知哈，你收到以后的哈，6个月以后我就终止 ECFA。ECFA 对台湾有什么意义呢？它里面有我们现在 ECFA 里面只签了货贸，服贸还没有签，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什么这个那个太阳花啦，民进党反对嘛，到现在还反对。货贸的时候我们签了，
签了以后，大陆给了我们一个早收清单，一共537项，三十九项哈。这个产品哈，它给你优惠关税，也就是说，你给 WTO 会员，比如说啦，今天这个哈，这个机械，我们这个哈工具母机，大陆给 WTO 的会员一律是给多少？是10%关税。那因为有这个所谓的 FTA， 因为 ECFA 就像 FT 自由贸易协定啊，它给我们怎么样？3%，给优惠关税哦。因为大陆为什么要给我们这3%？因为比如说这个机械，大陆跟韩国有优惠关税，有 FTA， 它可能就这个哈工具母机，它就给你4%。所以台湾的这个这工具母在大陆就竞争不过韩国的产品，因为如果没有 ECFA 早收清单的话，我们比大陆多6%关税，100块钱就成本就多6块。那所以大陆给我们这个早收清单，让我们的机械产品哈在大陆上可以跟韩国产品竞争，搞不好还有优势。这个要去查税则跟它的那个实际税项税目哈。所以这个 ECFA 对于我们大台湾销有几项产品哈，是在大陆能够卖还是卖不出去，是有关键性的影响。哪几类产品啊？第一个，石化产品；第二个，高端纺织这种纤维、人纤这一方面高端纺织产品；还有什么机械类产品？还有什么汽车零组件产品？还有什么呢？还有甚至农产品。这些都给我们优税、优惠关税，我们的产品才能卖到大陆。卖多少呢？2022年大陆海关统计，我们一共卖到大陆卖了多少？2380亿美元。对，那你知道大陆同年卖给我们多少？815亿美元。所以相对的，我们从大陆市场，以大陆方面海关的计算，我们2022年就净赚了大陆1565亿美元。那这里面，那民进党常常讲说，哎，我们那个电子产品都不必缴税，所以这个 ECFA 对我们没影响。可是你知道，电子产品占台湾对大陆外销的比例不到50%，超过50%是传统产业。那这些传统产业跟电子产品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台湾有1100万左右的劳工，你知道我们电子产业占雇了多少劳工？50万。那还有1050万劳工哈，都在传统产业里面啊。你这个东西哈，比如说机械业，它现在把你取消了，好了，在台湾生产的到了中国大陆的，又回复到15%的关税。工具母机的话，那时候台湾完了，台湾不能用台湾出货。那怎么样？我这家机械工具，我就直接到大陆设厂了，或者我到东南亚的厂去设厂。那产业，可能他有一点麻烦，要移生产地点，可是这个在台湾的厂就关门了。可能一个厂他雇了500个员劳工，这个就失业了。所以我认为，今天如果 ECFA 出问题的话，台湾是地动山摇，整个的经济会出现大非常非常大的震撼。所以我认为民进党应该不要再用政治的理由哈，在那边强词夺理，应该要跟中国大陆好好来谈。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